渣渣低，明星扮唔知，不如去做演员啦。讲紧嘅咪系《苹果日报》个总编陈佩敏咯。喂，明明收到 CY 法律私信，有证有据，指你哋九月八号嗰篇社论系严重诽谤噶嘛？哇，你仲够胆擘大眼颠倒是非黑白？因为我觉得里边嗰啲评论系好正常，好正常，好正常嘅，所以我都会觉得咁都要出律师信嘅咁。呃人都用下脑啊！好心啦、啊，睇过嗰个社论嘅都知点样有问题法啦。话第一呢度直接话收回佣，第二呢度直接话梁振英贪腐。喂，证据理据呢？第一 ICAC 都未有结果，第二苹果你自己讲啲唔讲啲，封律师信明明话你哋问咗英国反贪机构，人哋前年十一月已经答咗你啦，决定唔会调查梁振英 UGL 事件。喂喂喂，你哋完全冇凭冇据直指 CY 贪污，咁仲叫做正常？简直系非常严重嘅拉布啊！仲死撑！真系好想反问一下陈佩敏，明明篇社论系讲到明有关梁振英连任问题，仲讲到如果非建制阵营用 PMP 追查 UGL 事件，肯定系肯定会影响佢连任。律师信指明社论系严重拉布，会影响佢连任，非常之合理咯。阿总编唔好再喺度扮唔知，误导公众，当大家 Lulu 啦，好冇？